大家好，我拍这 video 呢，就证明了我接受这个 IceBucket 的挑战。那我希望大家呢能做出就是参与多留意这个ALS 的慈善活动，还有就是那个多多做出那个捐款。So 先生，第三位，不够，谢谢。